林婉的探视时间到了，家属们快点离开了。啊，她是林婉的，那你是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我记得我高中有个同学叫林晨，倒是长得跟你有点像。哎呀，这不是巧了吗？我的老同学耶、yeah! 陆总还记得我呀？林小姐小时候的所作所为也很难让人忘了吧？怎么还记仇呢？这不都是形势所逼吗？我要是不假扮林婉，林婉要么被雪藏，要么赔钱，我只能选择假扮林婉了。但是你放心，咱们的合约都不用变，半个月之后我们就可以恢复正常了。千万别出卖我们，千万别叫错，我是林婉。我要洗漱了。好，我去学习了，明天有考试。怎么样啊，陆总答应帮我们保守秘密了吗？这几篇 CP 文写得也太好了，你快看看。什么 CP 文啊？怎么了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是有什么匿名短信还是电话？没有没有，真的没有。给我看看。没，给我看看。没有，给我看看。没有什么，给我看一下。我说没有。曾在夜里漫无目的，全世界仿佛都与我为敌，你牵起我的手，你笑意抚平我惴惴不安的思绪。别说抱歉显得太过疏离，我会轻轻擦去你的泪滴，心甘情愿为你赶走。陆巡趴在他的身上，声音阴哑说，林小姐，难道你不想尝尝我的味道？眼见他不说话，陆巡一把将他压在了床上。原来林小姐说的学习就是学这个。不是，不是那样的，不是，这是粉丝写的，这是娇姐发给我的。不用解释了。我还是换一个城市生活吧。来，就这个摆这儿就行了。导演，导演，我有点不舒服，我得去看个校医。你是不是低血糖又犯了？赶紧去医院吧。啊，老毛病了，老毛病了，我随便看看就行。是的，是的，但是我需要两个小时。行，赶紧去吧，身体重要。好，下个任务不用带我们了哈。哎呦，谢谢。可以，去吧。站住！穿成这样，你想打劫呀？不是不是，我考试，老师。把学生证拿出来。嗯。进去吧。好。
去了？我给你发微信你也不回。我最近找了个宠物医院实习。你是不是有事情没告诉我？你是不是有一个双胞胎姐妹的明星？林露夫妇，那个林婉跟你长得一模一样，你可别否认啊。那个是我姐姐。天哪，我竟然认识明星的家人。别说话了。我上个厕所。啊！陆星和你姐姐是真的吗？不清楚。我能不能和你姐姐合张影啊？以后有机会的话，好吗？别以后了，今天他们就在学校拍呢嘛。对啊，凌晨，咱们都是一个班的，而且他们就在楼下，有什么不行的？对对对，就5分钟的事儿，他们就在那儿。哎呦，这不都完事儿？你说有什么借口？对对对，就拍一张，就拍一张，就拍一张，行不行？就一张。停！我拉肚子。我上个厕所。快点，趁李婉不在，把剩下的任务录了。好的，我马上跟导演沟通。对不住各位，我突然过敏了，今天真不方便啊。那你再去医院。我陪你去啊！不用不用，谢谢。哎，凌晨，凌晨，凌晨，你的包了！上厕所还要跑这么远？这里干净。凌晨，你怎么不去校医院啊？你别叫我名字。我真的没事，你赶紧走。你到底怎么了？你快点走。我真的没事，你赶紧走好吗？我怎么听到林婉的声音了？她不是去医院看病了吗？是你吗？林婉，刘烨，你很闲吗？你不是看病去了吗？躲在这儿干嘛？我妆花了，躲在这里补妆呢，真心机。对，对，你赶紧走吧。凌晨，啊，里面不是林婉吗？你药在包里，你让我看看你。
有水。陆巡，这个人到底是林婉还是林晨？当然是我女朋友。那就是林婉了。我看看。